今天我们来学的是学 IR 的发音，也就是 uncontrolled vowel 哈，那也就是跟着 R 有关的一些母音的发音。来看一下，第一个 IR 哈，这个发 舌头要卷起来舌头要卷啊，再发一次好，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girl，这个念 girl。啊，这念 girl，舌头稍微微卷，girl 女孩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bird，这发 bird，这个发稍微长一点哦，bird 鸟。第三个是 birth 是什么？诞生，小 baby 诞生的 birth 发 birth。啊，这第四个呢，D I R T Y 念 dirty 是脏的，D I R T Y dirty，这是发 的音，脏的。再来看 F I R 发 fur 是冷杉啊，圣诞节 Christmas。的那个 decoration tree 就是冷杉，就是一种杉木哈，叫做冷杉，叫 fir。再来 sir 叫 sir，这先生 sir 发 sir 先生。好，再来看 skirt，skirt 是裙子，女生穿的裙子，skirt 裙子。好，再来看 third 这个 ir 发 third 啊，就第三名就 third 第三。再来 third 这个 ir 发什么？发 thirsty 就是口渴啊，thirsty 看到没有哈？发 的音 thirsty。好，ir 我们前也举例过，ir 加上字尾加一哈，r 加一，这个 r 就不能发，ir 不能发 了，要发 i 哈。我们来看这例子，hire，ire 有没有？这念 hire，这发 i 的音哦，hire 哈，hire 就是雇用。再来看这个例子，T I R E 母音对不对？加子音加 E，I 加子音加 E，这个 R 虽然是 I R，可是这个发 I 的音，tire 是轮胎。好，这以前我们举例过，这边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哈。再来 wire，W I R E，I 加 R 加 E，这个 I R 对不起，不可以发 的音，不可以发 这个这也不知道怎么发哈，这要发。Wire，这 i 发 i 的音，铁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母音 ir 后面接母音的时候，哈，母音的时候有很多字也是发，虽然不是接一哈，可是它也是发 i 的音。我们来看这个例子，virus，ir 加母音的 us，对不对？再念 virus。Virus 病毒，virus，v i r u s 啊，virus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i r 这边是 e 也是母音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能念 sir 啊，不能念 这样念 siren 啊，这 siren 是发什么？警笛哈，警笛声 siren，s i r e n，siren。好，再来看海盗，这 PIR 这边也是接母音 ATE，这念这个 IR 发 pirate 就是海盗 pirate，这念 PIRATE 念 pirat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例外字，虽然 IR 加母音，对不对？这个念 spirit 啊。Spirit 就是灵魂，Spirit，S P I R I T，这个 I 发短音的 it，Spirit 哈，
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字哈，spirit，spirit，spirt 这个 ir 这个 i 发短音的 it 啊 it，spirit 灵魂。好，ir 我们刚刚有看到在重音节还有在轻音节的时候，ir 这个 i 呢，很多时候会发轻音的 e，轻音的 e 哈。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，direct 啊。千万不要发 direct，这念 direct 啊，直接哈、啊，直接 direct，直接 direct 啊，direct direct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例子，admiral 对不对？你不要念 admiral 啊，admiral 不要这样念哦，这是。重音节在前面，这个看怎么念呢？这个是 ir， 这个 ir， 这个 i 要发 r 的音，它在轻音节发 admiral 哈 ，admiral 啊 ，admiral 哈，就是海军上将 ，admiral 就是海军上将啊。再看一次这个发音哦啊，注意到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字 ，aspirin， 这念什么？这念 aspirin， 阿司匹林哈 ，aspirin 就是阿司匹林，这很有名的止痛药哈，是拜耳出厂的哈。这 aspirin，aspirin， 这在重音节在前面，所以这是轻音节的时候就是 ir， 注意到哈，要发。不要念 aspirin 哈，这样子这不对哈，要用 aspirin。Asper 这个发轻音的 per 啊，耳的音哈 ，per p 啊，发 per 啊 ，per 耳啊 ，aspirin 啊，阿司匹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，也是轻音节的中音节在后面 ，admiral， 看到 ration 前面的这个 ir， 这个 r 被拆开来了哈，所以这个会发耳的音，这念什么？这念 admiration 就是羡慕。admiration 就变成 admiration，ration 这 ir 拆开来了，前面这 i 这发耳的音 ，r 跟着后面 ration 哈、啊，这个是羡慕 admiration 羡慕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字叫做 inspiration， 跟刚刚一样 ration 拆开来，前面的 i 是轻音节了，所以这变成。Inspiration 就是灵感啊，灵感。Inspiration，灵感啊，灵感。Inspiration， 灵感。好，我们今天学到 IR 的各种发音，希望同学能够记起来，好好的练习，那也可以更加的了解 KK 音标。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